夏至吃面是有长心之意，然而说起吃面，我还是想念小时候妈妈做的面，没有复杂的调料，也没用丰富的配菜，只是一碗简单的原汁原味的面，简单的调料，开水冲泡，再把煮好的面加入其中，就可以开吃了。哦，不对，还有一个宝贝也是我妈前两天寄过来的，跟面条搭配简直太满足了。这玩意儿后劲十足，吃了一定要让别人远离你一天。